我回来了，饿了吧？饿，别过来！表哥，你这咋的了？你这，你蒙着被干啥呀？这是，别碰我，快走！我上这闹，表哥，我上这闹。快，快把窗户堵严了。这大白天你堵窗户干啥呀？哎呀，快去呀！哎呀，表哥，你是怕黑天，这大白天你咋也怕上了呢？快去，快去堵窗户！行行行行行，堵堵堵堵堵堵。哎呀，我把鞋脱了。 我说啊，哎，你说你这是，行不行啊，表哥？不可能，哎，行了吧，这回？再严实点。这回行了吧？哎呀，你说你这是白天也怕，黑天也怕，那你说这世上除了黑天，它不就是白天吗？那既不是黑天，也不是白天，那不成黄昏了啊？ 那你说这老天爷能光听你的，成天是黄昏呐，啊？那你说你这将来可咋办呢？你这，二闹，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了。你说，你现在一堵上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二闹，我不是怕白天，我是怕这亮光啊。现在堵上好了，我一见亮光啊，我就心惊肉跳。我也不是怕夜晚，晚上不是要睡觉吗？ 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这一闭上眼就做梦，啊，那个龟山他们就，啊，龟山！哎呦，表哥，这哪有龟山呢？这大白天的，你说你这阴阳怪气的，你就是想太多了，没有龟山，龟山死了。哎，你说你这是，行行行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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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老啊，你说。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一闭上眼就做噩梦。是，我知道我用炸弹炸过龟山，我找土匪绑过龟山，吴全一郎搜过他们家，可二闹我多冤枉啊！龟山他死跟我没关系，他就不胜酒量，喝酒喝死的呀。是没关系，谁说你跟他有关系了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饿了吧？来，过来吃点东西，来。嗯，好好好。 饿了吧？嗯。二闹，嗯，今儿这果子是哪家的？这么香啊？哪家的？还是那家买的？对了，二闹，龟山寺我还挺佩服他的，不过再佩服，世仇没报，也不能跟他算完。嗯，慢点，慢点。二闹，嗯。 国家现在谁做主了？那秘籍有传人了吗？哎，表哥，你就别老想着什么秘籍不秘籍的了。表哥，我该上班了，我关到军统，我得表现得积极点啊，多吃点啊，再睡一觉啊。嗯，我走了。好，哎哎，二少啊，下班回来给我带一根桃木拐棍。你干啥用啊？那桃木辟邪，国山要是再来，我……哎，行行行行行。 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给你买啊，我走了。啊！一会儿别乱说话啊！郭，郭，哎，啊！哎哎哎！别动我东西，别动我东西啊！ 姑奶，哎，别橘子来了，嗯，等着啊，姑奶把医生晾上，哎，嗯，姑，屋里坐吧，哎，来，别橘子，哎，嗯，你们爷俩随便坐吧，哎。 什么事儿啊？前天云先生说了，想让驴军上学。刚开始我一想啊，穷孩子家的上什么学呀？后来又一想啊，我们石家几几辈辈都是睁眼瞎。到了驴军这儿，让他多学几个字儿吧。云先生说了，就是倾家荡产啊，也得让孩子上学。
这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派上用场了。姑，您说呢？玉锯子，来，你自己愿意不愿意上学呀？愿意，姑奶。等我长大挣了钱，我给您买一大兜子油馍。哎呦，这孩子真会说话。姑奶老了，你买的油馍呀，姑奶是吃不上了。不过你姑爷活着的时候啊，就说过，男孩子呀就应该上学，不上学就知道眼前的事儿，只要上了学，800年前、800年后的事儿全都能知道。姑奶这个人呐，别人的话我全都听不进去，就你姑爷的话，我句句都爱听。这学呀，咱得上，还得上好。嗯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玉锯子，姑奶也没攒几个钱，来，乖，拿着，好好上学去。咱们石家就靠你了。等你今后考上状元，衣锦还乡的时候，别忘了在姑奶姑爷的坟上烧个纸。谢谢姑奶。瞧这孩子。雨娟儿。嗯。姑奶的话你都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到时候我要考状元。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姑奶的钱啊给你了，你要是不好好学的话，瞧以后我打你屁股啊。嗯。姑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谢谢姑奶。嗯，去吧。走了。嗯。给爹。嗯。儿子，到门口等爹啊。嗯。哎，我来。哎，大凤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你都这样了，以后这种活你别干，别再伤着。谢谢你了，砖头哥。大凤，我的心你知道。我早年就喜欢你，可那时候驴军他娘还在呢。现在我光棍一个人，你。砖头哥，你能不说这些话吗？我不爱听。我知道你有顾虑。大凤，你放心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我肯定对他好。我攒的钱你拿着，我不要，出去。我这是对孩子的一点心意，你拿着。你出不出去？你再不出去，我跟云先生说了，出去。别，大凤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来，真的，你别把我心当驴肝肺啊！出去，我喊人了。啊！放开我！啊！娘，我现在上初三，等我今年毕业了，我就回来帮您，跟您学捏骨。到时候再说，现在别给娘讲价钱。我哪能跟娘讲价钱啊？行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娘送送你。哎，娘，我们也去送哥哥。行，送送哥哥吧。来，走吧。坚持一下。我没事。慢点，我帮你。来，快点，乔乔，慢点啊，乔乔，慢一点啊，快，看看赵司令，哎，慢点啊。
赵司令正在开会，不知怎么突然发起烧来了，你快看看吧。小心。哎，来了，纱布。好的，来了，这边需要纱布，赶紧抬进屋吧。好，赶紧抬进屋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停下吧。哎，赵司令，马上就包好了，你坚持一下啊。赵司令得的好像是疟疾。小心啊！哎呀，小心，怎么又是疟疾啊？最近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太厉害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奎宁吗？快给赵司令吃两粒。奎宁早就不多了。够司令吃吗？先给他吃。行，我这就去拿。没事，我忍着。有啥好商量的？肯定得打，一边打着一边谈呗。要是你，你愿意这么商量吗？一山不容二虎，老毛他想要和平，老蒋那会干吗？啊，你想想，老蒋有多少兵，老毛才有几个兵啊？要换我，别说老蒋了，我都不干。你就光知道打，光老日就打了八年。还没打够啊！哎呀，就唐朝那会儿。哟，于先生，哎，我送上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拿就行了。你是病人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哎，于先生，还别说，这腿啊，一点都不肿了。你看，就是这肿消了吧，这皮都松了。这以后是不是还得蜕皮啊？哟，你这皮松了，我可治不了。哎，我的腿啊！咋的了这是？他的腿摔坏了，您赶紧给他看看吧。赶紧上屋去吧。我拿着，慢点。哎呦，轻点。哎呦，疼！哎呦，疼！哎呦！能坐吗？不行，疼死了。哎呀，宝。把他裤脚撩起来。哎，你忍着点啊！哎呦，哎呀，疼啊！再拉，再往上点。哎呦，疼疼啊！宝儿，让他坐下吧。好。哦。让他坐着吧。坚持会儿啊，哥，你就坐下吧。一会儿云先生保证给你看。坐着。纪元，你把他腰勒上。好，哎，放松。你把他腿按住。别，来把他这条腿按住啊，按住。啊，疼！哎呦，没碰啊。疼疼，受不了，忍住了，受不了，哎呀，受不了。那腿摔了可不疼吗？那摔了腿要不疼还是腿吗？疼啊！行了，我不看了，你走吧。你这个腿啊还真有问题，一般都没这么疼，你疼成这样，我这看不了了，走吧。云先生，云先生，您还是给看看吧，我们跑了十五里地，您不给看。我们上哪儿去啊，云先生？我看不了了，走吧。那云先生，走呗。先生说看不了，就是看不了。你摔的本事大，水平高，连云先生都给难住了。嘿，我看你这可以叫天下第一摔了啊！这咋弄呢？这，既然先生说看不了，那咱走吧。那不白来了？这十五里地的罪，那不白受了吗？既然不给看，走吧。对，走。谁让你老喊疼的？腿摔坏了哪有不疼的？走吧。走，娘，要不咱给他看看吧？你咋那么多废话呀？让他们走。忍着点啊，慢着点啊，忍着啊。慢点啊，慢点。云先生，你看不看我的腿没关系，我没说什么孬话。哎，我没得罪你吧？你怎么在后面顶我呀你？我的腿哪儿去了？哎，我的腿呢？腿好了，哎，那不在你身上了吗？哎，你看，好嘞。哎呀，我的腿能走了。谢谢云先生，我感谢专门到府上拜访。谢谢云先生，我要给您挂匾。那倒不用了，你只要不怪我，给你撵走就行了。不敢不敢，谢谢云先生，谢谢云先生，谢谢云先生，慢走啊，走吧走吧，我能走了。哎，娘，你咋给他治的？他大腿脱臼，脱臼哪能不疼啊？刚才我给他治疗的时候，他那个肌肉绷得死紧，根本下不了手。我让他走，就是让他灰心丧气，
这样他一走，肌肉就放松了。哦、我瞅准了机会，给他一顶，就给他复位了。嘿，娘，我看你比我爹还神呢。我哪能比得上你爹呀、啊？你爹是先生，我是他的徒弟。嗨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嘛。放肆。以后不许这样讲了啊。嗯，娘，那我走了。去吧，路上小心点。嗯，您保重啊。嗯。回来了，哎，进来进来。挺松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娘，挺松回不来，就我一个人。哦，姐，哎，心，赶紧睡觉，明天还得上学呢。嗯，娘给你做饭去。别做了，我吃过了。来，您坐。有事儿啊？啊，娘，我想问你，咱家治骨伤是没得说，别的病还治不治啊？你就问这事儿啊？作为一个医生，光治一种病哪行？只要有病，都能有治他的方子。太好了，娘，赵司令得了疟疾，烧得死去活来，直说胡话。亏您这种药又非常的紧缺，我都快急死了。哎呦，你咋不早说呀？早说方子都出来了。你拿支笔记几个方子，保你药到病除。哎。长山五钱，乌梅四钱，槟榔三钱，草果三钱，枝瓣下三钱，山楂一两，水煎服。发病前一个多时辰服用，一个多时辰？哎呀，就是现在说的三个钟头啊。哦。还有，我再给你说个简单的，只需一味药就行。那个柴胡一两，睡煎服，连服三天。要是行军打仗不方便的话，可以把它研成面儿，手服三钱。这样把疟疾治住了以后啊，一天服三次，连服三天就行了。娘，你想得真周到，这个办法太好了，战士们天天作战。哎呦喂，这先生啊，哪有不为病人着想的？你爹常说，先生如孝子。那先生对待病人啊，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。先生如孝子。巧巧，娘还想问你一句啊，看现在这局势，抗战都八年了，你说这国共两党，他有望和平不战吗？
我看你和挺松这么没日没夜的不着家，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娘，谁不期盼着和平？但是现在的情况真的很难说。娘，您放心，巧巧已经长大了。哎呀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。娘，咋啦？又要走？不走，今天晚上我要好好跟娘说说话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再给你说个方子啊。你回去熬一大锅药，让他们都喝点啊。这个疟疾啊是要预防的，别等着病来了再治啊。疟疾是传染病，染上了是要人命的。嗯，行，娘，我记住了。哎，你赶快睡觉，表哥，你快睡觉。二闹啊，二闹啊，咱家那烧纸的盆子呢？在下面呢，干啥呀？拿出来啊，我给你表嫂烧点纸钱儿。哎呀，大半夜了，你烧啥纸钱呢？快点，哎，快点啊！哎呦，你说你，哎呀，表哥，你这是疯了是咋的？大半夜得烧啥纸钱呢？哎呀，表哥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这一晚上你，哎呀，大半夜的烧什么纸呀？你这，哎呀，表哥，整好了，你烧不烧啊？烧不烧？啊，烧不烧？烧，烧，烧！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儿子娘，你们娘俩在那边还好吗？哎呀，我后悔呀，后悔，当初没听你的话。你常对我说，我咋这么拗？是啊，这个拗让我吃尽了苦头，弄得我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这是大锅药，告诉大家，每个人必须都得喝。嗯，好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可能是疟疾，又冷又烧的。去吧。郭院长。赵司令。能不能多备些药，让前方的战士多喝上几天预防的药？这个疟疾对前方的战士实在是太大的威胁了。赵司令，您就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，过两天我就去城里。小白贤哪儿了？哪儿啊？我表哥，昨晚又梦见鬼了，折腾我一宿没睡着觉。鬼？哼，咱是干啥的？哼，杀一个人多一个鬼，鬼他娘还不是咱造的？哎，哎，二闹兄弟，哎，胡子哥，哟，胡子哥，哎，哎呦，二闹兄弟昨晚见鬼了？见鬼？见女鬼了吧？哎，不是我，是我表哥。我表哥呀，成天的折腾，晚上一睡觉就梦见鬼。他这一梦见鬼，他就折腾我，折腾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。哎，说起你表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表哥说呢。走，上你家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胡子哥，来这边请。哎，哎，来来，哎，胡子哥，我这家里边就简陋了点啊。哎，你表哥呢？哎，在屋里呢，屋里。来来，表哥，表哥。哎，稍等啊。哎哎，表哥开门呐！表哥，谁？我二闹。二闹，快开门！刘先生，你开小门啊？不对，还有事呢。哎，是胡子哥和小个子哥来看你了。啊，都认识。哎，进来。哎哎，关，表哥表哥，关门，关门，哎，关门关门。刘先生，你这是咋的了？胡子，
我怕见亮光，一见亮光我就心惊肉跳。是我表哥怕见阳光。刘先生，鬼怕阳光，你也怕阳光啊？嗨，哎，别站着啊，坐吧坐吧。哦，哎，坐坐坐坐。来来，表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刘先生，来坐坐坐，这儿有小菜，来来来，喝点啊啊。胡子，来坐坐坐。你们一来，这人一多，我也就不那么怕了。哎哎，二脑啊，我教你两招治鬼的办法。啥办法？这第一招啊，是把圣人的书吊在梁上，或者放在桌上，那鬼是邪气啊，一见正经立马就吓跑了。哼，这第二招更绝。我爷爷说，他爷爷那会儿家里闹鬼，我爷爷的爷爷是个懒汉，这平时啊，鸡子还没睡他就睡了，太阳起床了他还没起呢。这天夜里啊，来了一院子的鬼，搬砖打瓦吵了他的瞌睡。我爷爷的爷爷生气了，起床后扒开眼咧着嘴吱嗷一声，吓得那鬼呀、啊、齐刷刷跪倒一片。哎，鬼头就问了，你是谁呀、啊、哎，我爷爷的爷爷说，我是鬼王，在这住了300年啦。那群鬼赶紧说，哎呦，老前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请问咋样才能当个好鬼呢？那鬼也想当个好鬼不是？哎，我爷爷就把鬼骗到磨上，骗他们拉了1年的磨，这一年以后我叫光卖面就发大财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坐下吧。嘿，你们家那么有钱，现在你能干这个呀？就是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我爷爷的爷爷家里钱再多，那也早就花完了，不是？哎，刘先生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啥好消息啊？我听说嫂子和孩子可没死啊。真的？什么？胡子，你说你嫂子和永旺没死？啊，嫂子和孩子没有死。你咋听说的？昨天晚上我到那个小酒馆喝酒，隔壁那桌有人说刘仙堂的老婆和孩子在前面跑，日本鬼子在后边追，这一追呢就追到了郭家大门口。据说郭一山的老婆呀是舍出了自己性命把嫂子和孩子给救出来了。云鹤鸣救的？对，云鹤鸣救的。好，胡子，说这事儿的人他长得啥样啊？好像没啥特点，就是脑袋大点儿。脑袋大？孙大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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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啊？胡子，那他说了你嫂子和永旺现在在哪儿吗？没说，他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哎呀，不过刘先生，不管怎么样，嫂子和孩子没死，你也去了一块心病，就别每天见神见鬼的了。是是，表哥。是。哎，我那天专门到镇上问了呀，他们说刘家人都死绝了。哎呀，这年头不是说啥的都有吗？万一要碰上一个恨刘先生他们家的，说他们家都死光了，不也正常吗？对呀，谁要是恨你的话，说你家死光了也正常。去去去去去去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来，为了嫂子和孩子没死，咱们喝一个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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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为了嫂子和孩子啊，干了干了。哎，那。二脑啊，你的飞镖呢？在这挂着呢。借我用用。干啥呀？哎，黄包车，哎，去哪儿啊，先生？平来镇知道吗？哎，知道知道，不就是郭一山郭先生家的那个镇吗？你知道郭一山？哎呀，郭先生家谁不知道啊？上车。哎，坐好了您，走。那我问问你，刘仙堂你知道不知道？刘仙堂？嗯。就那个领着鬼子抓郭先生大坏蛋啊，哎，你认识？我也是听说，听说。哎呀，那可是个坏蛋，听说啊被鬼子大狼狗给咬死了。快走吧你。哎。
行了行了，哎呦，谢谢，哎呀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慢点啊，葛大牛，于先生，哎呦，放学了，玩去吧。二姐，二姐，让我看看你的课本呗。去去去，看你手脏的，洗手去。慢点啊，哎，哎好。驴军哥，嗯，你学的是啥呀？给。驴军哥，你教教我吧，驴军哥。走，我教你去。哦，嘿嘿嘿，哎，哎，停停停，哎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这件事儿啊，你就放心啊，哎，我来给你办。好好好，哎，放心，多谢多谢啊。哎，请请请，走走，哎，请。哎，很新鲜啊。哎，来一颗。哎，哎呦，蔡老板。哎呦，孙先生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郭先生得了个孙子，明日摆酒，请了不少客人。想请您呢，赏赏光，给大家做几道大菜。哎呦，哪里哪里，蔡老板麻烦您了。您二位看得起我，哎，什么时候去？就看蔡老板，什么时候方便呢？那得啊，等等一下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秋啊，怎么听人家说你往这个豆腐里头掺了那个发霉的豆子？谁要是掺霉豆子，让他跟刘仙堂一样，喂日本人的狼狗。别成一堆臭狗屎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乱诅咒了，什么刘仙堂啊，臭狗屎的呀。哎，你怎么着，想坏我的生意啊？啊，不想让大伙在这吃饭了？哎呀，蔡老板，一定是李家嫉妒我家豆腐好，到处坏我的名誉，就像刘仙堂嫉妒郭先生家一样，先找土匪后放火，最后再求鬼子兵，到头来害不住人家，害了自己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进去吧，啊，哎，哎，给那个秋啊结现钱啊。哎，提起刘仙堂，他家的人后来跑哪儿去了？好像听说他老婆给一群当兵的洗衣服了。哦，洗衣服？我看不光是洗衣服吧，啊。哎呀，他老婆这人还是不错的。只是刘仙堂不是东西，啊，要不怎么说男怕进错行，女怕嫁错郎的。哎，是啊。哎，卖包子。这样，走。哎，包子。蔡老板，娘子您来了，哎，你忙麻烦了啊。好好，我们走吧，慢走。哎，再见再见，再见啊，慢走。哎，人呢？我踢得最好，我踢得最快，我踢得最好。我踢得最好，我踢得最快，我踢得最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倒了。你赔我，你赔我，你赔我，你赔我铁腕不倒，你赔我铁腕不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赔我铁腕不倒。哎呀，你看你这铁腕不倒，你赔我。好了好了，别理他了。赔我铁腕不倒。你杀手。大嫂。走走，好，大嫂。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哎，大嫂，于先生，咋回事啊？一传说，他看见刘仙堂了，你们看见没有？啊，刘仙堂，戴眼镜，哦，你是不是说刚才那个坐黄包车那个，戴着礼帽、戴着墨镜还拄着拐棍那个？哎，他是谁我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刘仙堂。你说呢，大头？哎呦，我没注意，这刘仙堂早就死了。嗯，你穿的，刘仙堂早就喂日本人的狼狗了，不要再害怕这个王八蛋啊！大嫂，狗不吃，它臭臭。
一川，不怕啊，你玩去吧，啊，玩去吧。哎，大嫂啊，才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明儿摆酒，你过来啊。哦，好嘞。哎，嫂，走。哎，一川呢？走，跟我玩去。哎呀。停停停！是像你说的话，跟花一样，像个小孩儿。啊，没事。你这是上哪儿去了？啊，他爹。永旺，先生，您说啥呢？先生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好。乔乔，啊，水烧开了，先生，你们喝点水吧。哎，凤鸣啊，哎，忙了一天了，早点歇着去吧。我跟乔乔再说会儿话。那你们也别太熬夜了，哎，早点休息。好，我先回屋了。哎，娘，先喝口茶。啊，你喝。娘，你不知道，战士们在前线英勇杀敌，流血牺牲。跌打损伤是常有的事儿，但是因为我们医生太少了，医术又不精，战士们受了很多的委屈。就说挺松吧，前几天扭伤了脚还是我给他看的，你想想我那算是什么医术啊。娘，我知道咱国家的正骨医术是传男不传女，传儿子不传闺女，但是我现在也是医生了，我想跟着您学咱家的正骨医术，不知道娘愿不愿意教我。傻孩子，娘哪有不愿意教你的。太好了，娘，我先替战士们谢谢您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刘刘先生回来了。哎，表哥，胡子哥跟你说话呢。咋样啊？咋样啊？好啊，现在全平的镇都以骂我刘仙堂为荣，以取笑刘家为乐。那没人认出你来？认出我来？我现在是鬼，鬼能认出人，人怎么能认出鬼呢？哼，好啊，做鬼真好。表哥，表哥，胡子哥给你带好消息来了。嘿，啊，胡子兄弟，你可真是我的福神呐！啥好消息啊？来，坐坐，刘先生，坐，坐坐坐，坐下说。刘先生，我把你的事儿说给袁主任听了，他特别感兴趣。袁主任，军统的袁主任。他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官，程司令都得让他三分呐。啊，嘿，我跟袁主任说，我说你这个人特别有骨气，被日本鬼子抓去之后一点没服软，破口大骂无犬一郎。那是，这无犬一郎放狼狗咬你，没想到你大难不死活下来了。袁主任就问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跟他讲，我说你今天化妆去平乐镇了。袁主任夸奖你说你勇敢、智慧、有骨气。哎，还问你需不需要什么帮助？胡子兄弟，袁主任想帮我。对啊。哎呀，贵人呐，贵人。要不这个算卦的常说我刘仙堂有贵人相助，有福气。胡子兄弟，你看有你们几个啊，还有袁主任帮我，我刘仙堂一定还能再活几年，
一定要把跟郭家的事仇报了。胡子兄弟，嗯，我想开个药铺，袁主任能帮我吗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胡子兄弟，是这样，我们刘家呀，从我爷爷那辈起就有个药铺叫永春堂，后来平了镇不是不容我了吗？所以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，我一定要开一个保春堂。等我把保春堂开好了，我慢慢的打出永春堂的牌子。表哥，那你准备开在哪儿啊？平了镇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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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把全镇人都得罪了，万一认出来就完了。哎呀，二孬啊，你表哥现在是个死鬼，是泡臭狗屎，全平了镇的人都认为你表哥死了，谁还能知道是我开的保春堂呢？哼，我一定要让我这一个死鬼把整个平了镇全变成鬼。刘先生，我觉得你这个药铺还是得开在洛阳城。你想啊，袁主任帮助你，你也得帮助袁主任呢。我能帮袁主任？对呀，俗话说得好，皇上也有求人的时候啊。是这个理儿。你看这样啊，我们把这个药铺呢开在洛阳城，就当作是军统的一个秘密联络处，共产党的部队肯定会经常派人进城买菜，这样一来，平时我们呢躲在暗处进行监视，时机成熟了便可以一网打尽。帮军统做工作？对。